条也不听饿了呀，肚子也快发面了。今天没人给我抢了吧？哎呀，这个简单的不懂，加个配菜，把鱼丝。哎呀，这么瞅着就不错了，来了个七七书苗。啊，太香了，气死我了！哎呀妈，阿刚子，你咋来的呢？我一吃面你俩就来，一吃面你俩就来。留一份啊！哎呀，谁惦记你的面呢？我跟小我大哥跟人跑了。跟人跑了？上哪儿去了？村头说村花上村来溜达撞亲戚，我大哥跟人就去了，没说人是蒙城的，就不回来了。哎呀，二莽子，你先别啊了，我看我面好没？哎，面好了，我先吃面啊。二莽子，你接着说吧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听我说呀，你听我说的吧，我大哥怎么了呀？你听我说的吧。哎，你别吃了，听我说的吧。我听你说的，你接着说，你接着说吧。哎呦，大哥，哎，大壮，你面挺香啊。哎，香，你真香。哎呀妈，大壮，你都给我香蒙了。我刚才要说啥来着，你都给我香忘了。哎呀，大壮，你慢点吃呗。慢点吃，慢点吃就不香了。哎，可下吃饱了。二莽子，你还有啥事吗？你吃没了，大壮。哎呀妈呀，那我还有啥事儿？那没啥事儿，那我回去了。大哥呀，你等等我呀！哎，二妈子，你这又闹的哪出？哎，回口汤吧。